Hello，香香，今天来改装这个菲斯特811超级跑车哦。首先后续如果改到满的话是1万块，刹车35000，保险杆有前面跟后面。那前面的话有分那个原厂的，然后喷漆前，然后欧系网状，欧系垂直，哇塞，它这好像牙齿哦。平行柱的，感觉他在笑。甩尾型的保险杆，我选个喷漆前的好了，因为其他的都收手。好，那后保险杆有碳纤后保险杆，加长一点点。引擎的部分改到满33500块。加速就满格了。那排气管的部分有双排气管，哦，变在上面哎。可是双排气管为什么它只是换个颜色而已啊？好，客制化，客制化是碳纤维的。那另外一个有什么差吗？就颜色不同。哦，下面啊。我想改这个碳纤维的好了，因为其他颜色，应该说碳纤维的比较好看。那车灯的话，7500，霓虹套件3万块。那颜色我等一下再改好了。车顶，原厂车顶长这样，没有车顶，客制化车顶。改个没有车顶的好了。那侧裙有碳纤侧裙、街车型侧裙、导流板。啊，所谓低导流板就是换个颜色吗？看起来是，好吧。那竞速级的4400，变速箱4万块，涡轮5万块。车轮改装车，隔合金，换一个战士8号，哈哈。OK，轮胎款式5000，强化胎，烧胎我想换一个红色好了，红色。车窗单色，盖原来的好，原来的颜色。这样可以看到车子里面。OK，换我改颜色喽。红色。红色好了，副色调换一个，葡萄紫红，这样好像也不赖。OK，剪剪嘛，那就出去喽，试乘一下。哦，好快。个人是蛮喜欢这台的，超快，而且性能还不错。
哇，敞篷车。哇，迎面撞上，结果他倒了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！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